大家好，我是管理科学系的周明龙。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这篇论文呢，叫做 Robust Satisficing，然后我们把它译作目标鲁棒性优化。那么这篇文章的背景就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型呢显得十分重要，但是正如文献中一种叫做优化者的诅咒的理论所揭示，就是如果我们无法合理地考虑数据的不确定性，那么你在做实际决策的这个真实表现可能会显著低于你的预期结果。那么为了增加决策对于数据不确定性的鲁棒性，文献中就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方法。那么我的这篇论文也是在这个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那么就是叫做目标鲁棒性优化模型。目标鲁棒性优化模型的模型超参数呢，是一个预设的目标或者是一个表现指标，比如说在企业中的一个成本预算或者一个目标利润。那么这类超参数呢，在管理科学问题中极易解释和设置。然后目标鲁棒性优化的目标函数呢，就是基于这个目标定义的一种脆弱性测度，总结和概括了一类经济学中常见的满意度测度。那么在此目标函数下呢，优化模型会尽可能的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达到预设的这个目标或者表现指标。那么这样的决策呢，其实是非常符合管理科学问题中的一些决策标准。这篇文章呢，也具体展示了一种基于 Watson-Sein 距离的目标鲁棒性优化方法在多种管理科学问题中的可解性，然后并且在数值实验中展示出了比较优秀的表现。当时其实是刚好在做一个医疗资源调度的一个优化问题，然后当时定义了一种医疗资源超额利用的这种风险指数，然后发现呢，它跟经济学中的一种叫做满意度测度的测度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呢，我们又发现这个满意度测度跟鲁棒优化之间又存在了比较紧密的联系，然后感觉这个方向很有意思，因为之前好像大家没有讨论过这个经济学中的满意度测度还有这个鲁棒优化之间的一些关联。那么其实文章中提到的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适合管理科学问题，因为它的决策准则其实就是尽可能的满足一系列表现指标。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呢，我们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投资组合优化的例子作为一个对文章方法的验证。那么这个文章的思想其实后续也被利用到了几个独立的论文里面，比如说在网约车的空车再分配问题里，我们要保证在一定时间内的总体的服务水平要达到一定给定的程度，然后比如说在手术室调度问题里，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安排完所有病人的前提下，保证手术室尽可能的不被超时使用。然后在住院预约调度里面，我们要尽可能的保证在一段时间内医院的各种资源被超额利用的风险要尽可能的降低。在机器学习预测问题里，我们主要是想要考虑到在你的训练数据跟实际数据或跟测试数据的分布之间有偏差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实际数据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准确性。那我就从跟我的科研比较相关的技术来说吧。那么我觉得目前其实高性能计算技术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很好的辅助目前一些很火的这些人工智能和一些优化模型，比如说最近很火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还有一些集成了 AI 辅助办公功能的一些软件，他们其实在背后做训练的时候呢，都是在解决一些数据驱动的优化问题。那么随着模型变得更加复杂，数据量变得更大，然后决策的灵活性变得更高，那么这个相应的训练问题呢，就会变得更加难解，就是耗时更长，这个需要的资金也就越多。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每次这些 AI 模型或者更加强大的 AI 模型在训练的时候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然后消耗更多的资金。那么对于我的研究来讲，因为我本身就是做优化的嘛，所以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那么我能考虑的优化模型也就更加的广，然后我能考虑的这个实际问题也就更加的复杂，然后用到的近似也就越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帮助管理者快速地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一个好问题可能有两个关键的要素吧。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精简、容易理解、一针见血，知道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问题要有启发性，那么最好是能够帮助提问者解决一个瓶颈，或者能够引发回答者的更深入的思考。那么我认为想要问出一个好的问题，首先要基于自己对事物本身有足够的认识，你要尝试过不同的方案，然后知道在这件事情里哪个是真正的关键问题，哪个是难点，这样才能够不断凝练，不断精简你要提问的问题，一针见血。那么或者呢，就是说一定要去多去探索一些新奇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这样的话才可以更好的帮助你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